那有一把扇子，你俩谁给我拿呀？啊？你拿？为什么呀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有吃的呀。那你去吧，去给我拿过来吧，快点。就认吃。小七，这两个你愿意用哪个喝水呀？嗯，你用手手选一个，你愿意用哪个？啊，用它呀。嗯，喝吧。跟小孩儿似的你，新买的这个就愿意用这个喝，不愿意用那个喝了。同样的水，同样的水，真的是同样的水，看见了吗？你说，哎，今天咱们抢这个打开的酸奶啊，抢到你马上就能喝到啊！等，我数到三啊，听好了啊，一、二、2.5。2.3，2.1，